生活有各种的妥协，恐怖分子的下落，人和人之间的坑蒙拐骗，还有在制造污染而不停秒杀七十亿生命的事情，都是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欲望而不顾他人的后果。来到了北京，现在的感觉是还有点惊喜。你在那水洞荧光中点亮了我，转眼之间你已离去。 Afraid I'm in the subtle sight Wanna see us online We're on your love And learnings Under the sea 干嘛呀，宇宙其实无穷的大，对每个人来说，世界上最贵的不是金钱，而是时间，而最珍贵最美的是人和人之间手牵着手互相爱护。